什么？比较圈了，比较圈圈了，比较形状了。哦，那不用了，谢谢。本分局接获民代及民众反映，称近日潮州镇士林里假日深夜时段，在185甲线路段有车聚集，禁止妨碍安宁的情势。经警方派员前往处理时，车队随即鸟兽散。后续我们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，以车追人方式，将涉及禁止之33辆驾驶依公共危险罪送办，并针对跨越双黄线、变更原有设备等违规，依法取发记13件，令车辆改装部分函请监理站，好通知道验。那潮州分局为维护辖区深夜的交通安全及社区安宁，将持续的针对假日深夜时段加强防治危险驾驶的取缔勤务，严正执法，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。